这就是青梅竹马的默契吗？快递，谁是紫霞天子？小花，是你的吗？不是我的。这么幼稚，应该不是我们的。不好意思，是我的。行吧，那这个给我。等一下，来个至尊宝。至尊宝肯定不是我们这儿的了。等一下，哥，这是我的。走。这么幼稚。哎，林先生，你知不知道紫霞天子和至尊宝好像有点区别？在我的版本里，没有人摸我了。没有听过。青梅竹马的感情有多细节？林心疼的出差。我这两天你记得好好吃饭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对，要记得好好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说啥话？哎，你怎么这么磨叽啊？快走吧，快走吧。换话题啊！拜拜了，你妹。什么？你胃不好，大晚上就不要吃了。嚯，还挺懂我，那去吃个冰淇淋。空腹不能吃冰淇淋，肚子会痛。去看看上一份冰箱。嗯，看看上面。我的妈呀！写完作业奖励你的小零食，别忘记吃水果，补充维生素。那你最喜欢吃的西红柿炒蛋，等你零食吃完，我就回来了。挑战一句话让发小体验社会性尴尬。猎杀时刻。姐夫，你说我俩每次都这样偷偷摸摸出来，我姐不知道吧？别说了，走啊！姐夫，别走啊，姐夫！哎，现在胖了，走干嘛去了呀？宝贝，你老公啊，确定不知道我们之间关系吗？我爸你来了，他今天晚上跟你们在家。我不是，我发现林星辰的秘密，只要他一说谎，他就摸耳朵。哎，林星辰，我跟迪丽热巴谁好看？你好看。林星辰果然在说谎。那你说我是不是特别贤惠？对啊。又摸耳朵什么意思？哎，那你说我？哎呦，你先懂就行，这些有什么内容，人不管客吗？哎呦，别打我脑袋，打傻了你去啊。嗯。不是，学霸竟然私藏这种东西。我和林心诚冷战好几天了，最近发现他总是鬼鬼祟祟。藏什么呢？你怎么在我房间？我倒看看到底藏什么东西。好啊，林心诚，对着我藏这么多好吃的，亏我们还是发小。我把奖学金都拿来买你喜欢吃的零食了，好不容易攒了这么久，想给你道歉。我好像误会他了，那就当我没看见吧。不行，你太不严谨了，转过去。等等等，说说，数学给你下一句。冷战结束。啊，有个给你挡酒的青梅竹马是种什么体验？今天学生会聚餐，我决定进方休，然后遇见了我发小。待会儿就少了一点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的会长为什么来了？为了不让林星辰管我，我刻意和他分开坐。对对对，咱俩各是各的。然后我开始跟朋友们喝酒，喝酒，喝酒，大口喝酒。林星辰好像不开心的，但是我偏不，他能拿我怎么办？然后林星辰不断给我发消息，不理他，继续。不过我敬你一杯。好。没想到林星辰直接走过来了，还喝光了我的酒。再喝要罚两杯啊！他居然毫不犹豫的又喝两杯。然而我还是醉了。第二天，我收到朋友给我发的一段视频。接着喝呀呀呀呀。别人的飞起来的抱抱安排，先来一个女生版试试。不好意思，失误了。猎杀时刻，上来就让我行此大礼，一遍两遍，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差不多100遍之后，正确版本。嗯，真简单。